来这儿做什么呀？看日落啊。这是情侣在一起一定要做的十件小事。据说，做完这些事的情侣都永远在一起了。你想做的，我都陪你去。你说的。嗯。天野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海边看的日出吗？ 当然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日出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去看一次吧。好，我们还要一起去很多地方。有件事你必须答应我。什么？我们一定要在毕业的时候一起看周杰伦的演唱会。一言为定。 干嘛？这是我寝室，所以回去。我不要回去。我把你送回去，你又跟我回来，来回都三次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舍不得你。乖，听话。我不走。今天是周六，你们寝室应该没人吧？不想去你寝室。你又没办法进去。那可不一定。 男生寝室啊？嗯。哪个床是你的？你猜猜。这个。对了。真的。给。 你怎么掐我啊？你上去。盖住，别动，别动。来了。 怎么了，赖爷？我听说啊，有人偷偷在使用大功率电器。那不是我们寝室。啊，这么香啊！我室友他喷的香水。少用化学品的东西，对身体不好的。我提醒他。 垃圾该倒了，知道了，大爷。来，慢走。出来吧。 害怕你还看？网上说了，情侣一定要一起看一次恐怖片。你不是在吗？你在我就不害怕了。坐上来。我保护你。你说，要是我们永远都不会长大多好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分开了。我倒是觉得长大挺好的。
因为这样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了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可以把戒指戴在这里。趁现在还早，我先溜出去啊。好。不让你走。哎呦，灿灿，我是不是回来太早了？要不我再出去溜达会儿。行了，你玩一晚上游戏，你不累吗？你们两个居然趁我不在！你别乱说。我乱说什么了？我可没乱说。行了，别逗他了。你要想我不乱说也行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把徐美丽约出来。真没想到这辈子还有机会能参加香蕉音乐节。金逸，说了第五遍了。听野说了，这次我们可以做 VIP 席，我给 Baby Driver 乐队粉丝准备了服装道具，到时候你们的粉丝啊，一定是全场最显眼的。晚上我们商量一下。阿泽，那天我们有演出吗？有，不过我打算翘翘。加我一个。我觉得我得多去排练几遍，要不然对不起大家的热情。走，咱再把演出的曲目排练几遍吧。喂，陈哥。对对对。什么？我们的演出被取消了？喂，喂。取消了。这么大的音乐节，怎么说变就变啊？我找他们去。哎，不是，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？这不欺负人吗？天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我们的名额被别的队顶替了。那怎么办？你都排练这么久了。没关系。其实，乐队参加演出不用太注重形式。既然要参加，不如在学校办一场属于你们乐队的音乐节。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天野。那就办一场属于 Baby Driver 的音乐节。好。